大家下午好，我是佩玲，先欢迎收看。Hello，佩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是我们现在看到留言区已经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像是呃 Jeffrey Good Day Hello，还有 Miss P 书敏，谢谢。那欢迎所有呢现在来看着我们这个直播的朋友呢，赶快的按赞留言，然后分享出去，因为时间很快哈，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会进入直播，然后呢会跟电台 FM 一零六呢同步直播的。所以现在在 Facebook YouTube 都可以直接看到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的书敏呢非常的用心，他已经在留言区呢把那个就是。 江 low 的 Facebook page 已经呢把那个 link 放上来了，<laughs> 所以呃有些朋友是粉丝，我知道，那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认识到这个 podcast，OK？、Okay? 欢迎你去赖、like、一赖、like、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频道聊很多跟法律有关的一些、呃、案件呐、啊、讯息啊等等的哈，都可以去听一听。我自己听了几集，我觉得挺有趣的。然后我们等一下有一些细节也可以来跟少康聊一聊。 尤其最近，我们的政坛发生了很多事情，呵呵然后呢，<laughs> 我们就好像是重新开始学习，你知道吗？过去我们不曾那么认真、积极的去看待过这些所谓的法律条文，可是现在各种的变化已经超乎了过去的一些政治的想象，所以现在我们要拿这些法律条文出来，把宪法拿出来好好的学习，所以这一点呢很有趣。那等一下我们会跟少康好好的聊一聊哈。 OK，好，我看一下，诶，我们的同事呢也把一些令放在我们下面了。Hello，俊志你好，还有 Jimmy 你好，欢迎大家。哦，我们的人数上的挺快的。Hello，克里斯你好，所以欢迎大家按赞、留言、分享，然后呢也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其实有听过就是降落吗？你是他们的听众吗？然后对于一个 podcast 是以呃讲解或者分享法律条文的一个内容一个频道，你的期许是什么？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先听少康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我们的直播开始前，少康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听众说吗？啊、呃，各位听众大家好、呃。大家好，<laughs> 我是这个非常客套的开场白啊，我是我是少康啊。呃、<laughs> 其实就是这样咯，那其实那它是一个 podcast 频道啊，podcast 当然我知道在马来西亚其实并不算太流行哈。呃，当初我们呃开始开创的时候呢，也没有抱着。呃 呃，太多的想法，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对法律的课题感兴趣的话呢，呃，可以多多来捧场一下。呃，需要通过 Podcast 的平台才能够收听啊，啊、呃、，Apple Podcast 啊、呃、，Goog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都能够收听得到的。嗯，诶，可是你们的这个节目其实做的时间不算很长，可是很厉害耶，可是很厉害耶，常常上榜哎，我真的觉得还蛮厉害的这一点。 我觉得是因为竞争少的关系，所以上榜很容易。<laughs> 就是你要在 YouTube 上 trending 是很难的，的是的但是你要在 podcast 里面上其实是没有这么难。<laughs> 所以你们自己本身并不在意这一块吗？讲真的。呃，你你要讲完全不在意又没有啦，我们又不至于圣人到这种地步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能强求啊。就是你如果 expect 说我们想要通过这个频道去。 变到像那种网红的话，主流的法律网红，那肯定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laughs> 但我觉得你们是认真想要做内容啦。 我因为我听了你们的一些分享之后，真的是觉得说是认真想要做内容，才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把一些想说的话给带出来。所以欢迎大家现在呢，刚刚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朋友，按赞、留言、分享。那现在呢，我要切换一下频道了。我们大概只剩下十五秒的时间呢，就会进入直播。我们会跟电台同步直播，赶快把这一个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来认识，就是这样喽。 其实，在疫情当中呢，也真的很常会感觉到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像是今天已经是八月十八号了嘛，已经是来到了八月中，八月就是国庆月，所以呢，我们其实，在 CD Plus FM 的下班忙什么的这一个节目当中，一直呢都有给各位推荐一些优质的内容创作者。那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的内容创作者呢，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的是 YouTuber。其实呢，在国内也有非常多人呢投身到了 Podcast 去经营各。 更多优质的一些内容。那其实呢，有些朋友可能也是很常在听 podcast。那其实呢，在 podcast 里面，这个节目的内容呢，算是蛮五花八门的嘛。 像是有些人会想要听的是一些新闻专题呀、啊，或者是人物专访啊，甚至就是个人成长、音乐休闲等等。可是我觉得今天很有趣的，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 podcaster，他们呢，其实在经营的这个内容呢，反而在讲的、在聊的是法律这一块。OK，阅读是一趟思考的冒险，阅读让人有深度，阅读天下。 那这一个 podcast 的节目频道呢，就叫做“纠、就、思、是、江喽喽”，就是 L A W 哈。那他们呢有两位主持人，每一周都会以国内的一些判例带听众呢去学习其中的一些法律的知识还有理论。那他们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在自己的这一个脸书专业呢，还特别写了一句话，他们就写说这是一个尽量。 不正经的法律 podcast 专业 <laughs>，所以到底是有多不正经呢？那一般人听到法律就觉得哦，很难懂哦，我不会哦什么的。但是确实，国内这一两年有很多的一些新闻案件是值得我们好好的重新学习的哈。所以马上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江楼的主持人，他也是非常年轻的律师啊。我们说年轻有为，欢迎少康。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Hello，佩玲，你好。 <laughs> 是少康你好，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少康之前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啊，其实有提到说会想要创办《就是江漏》的这一个节目呢，主要是受到台湾的一个也是 Podcast 节目叫做法克电台所启发的，而且也跟你的女友雷米有关，<laughs> 来跟我们聊聊一下，啊、跟我们聊聊一下这个、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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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呃，这其实也是当初一个大胆的构思的，那因为我们说其实 YouTube 的市场实是实在是太过太竞争。 太过激烈，所以如而且呃，观众们对于 YouTube 的要求呢，很多时候是更需要去看你很多幕后的剪辑，还有一些呃综艺的效果。那我我就我们都觉得我们做不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程度。呃，题材方面也是一样，你很难从法律题材里面做到呃像这像这一些恶作剧这这一种的综艺效果。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啊、呃，在 Podcast 上面做我们的内容的输出。呃，那当时我们在。 正式启动之前呢，也大概去做了一下啊考察。那我觉得，哎，我发现到台湾有一个类似法科电台这样子的一个啊 podcast 平台，在马来西亚是完全没有的啊，至少中文没有啊。据我所知，英文也好像没有啊。对，那我就觉得，那、啊、那我到听了一两集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这样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做啊，而且也因为不需要呈现画面，我们就能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啊内容的编排上。所以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正式。 去启动了我们的这个就是降龙。那其实呃想名想这个单元的名字也是花了呃蛮长的一段时间，嗯，uh, 所以可是后来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好有趣哦，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对对对对那一开始我我们有想过好几好呃、啊啊、蛮多的名字，但是都、uh, 都都,都觉得太太文绉绉，要要么就是太文绉绉，要么就是让人觉得很很刻意啊。 啊，比如说无法无天这样子的东西啊，就是很刻意的想要去做。那后来呢，就想到说，哎，这个呃蛮口语化的，就是降落，其实是啊相当不错的呃、啊、一个一个一个名字了。那你也,也不懂得那灵感哪里来，就是有一天灵感来了就，就哎就这个名字不错。 嗯，而且我觉得很好玩。像我其实第一次呢，呃，听到、看到、认识到你们这个频道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你们的这一个呃，算是名字，因为我觉得这个频道的名字会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法律条文或法律这一块，它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难懂，或者那么的。 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像是我们一般平民百姓没有办法触及到的一个部分。它其实本来法律的一个成立或者是设立，其实就是有保障或者或者是保护一些人嘛。但是也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它难懂很深奥，我们就远离。所以我想呢，你们的这一个节目其实有蛮大的一个社会责任的。<laughs> 哎，不要把社会责任到我们头上，我们很怕这种东西啊、呃。没有，我觉得法呃。<laughs> 任何一个学科啊，包括法律都好，任何一个学科肯定有它难懂的地方啊、呃，深奥的地方，肯定也有它比较啊、呃、平民的地方，比较容易明白的地方。就举个例子，比如说金融或者股票投资，可以有很深奥的学问，也可以有非常普通大家都能明白的学问。我觉得法律也是如此的。那我觉得、嗯、呃，当然我们在这个 podcast 上面所分享的一些案件呢，我们尽量是选择那一些呃情节上或者具案情上比较。 啊，比较离奇的，或者说，哎，比较比较呃，大家能够容易明白的案件。那其实，在马来西亚有更多的判例是涉及很艰难的呃一些啊、呃、案件，比如说很枯燥无味的，比如说公司与公司之间那种 corporate exercise 的那些做那些东西，或者股东里面的纠纷是比较比较比较 technical 啊、呃、比较难的。所以这些我们都故意啊、呃、回避掉不谈。当然，我们就通过这些方式去呃企图从这些案件里面呢去输出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啦。 嗯，其实我发现你们近几期在做的呢，都是跟国内的一些政坛的变化有关，所以这应该也是我们很多人熟悉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对吧？呃，确实是如此啊，因为呃，我国政局变化多端，那很多人第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政局变化之后呢，第一个问题就想到说可以这样的咩啊，就是可以这样的咩？那我就可以回答就是这样了咯。啊，这个就趁机排一 <laughs> 没有，呃，就就会有这些疑虑，但是我也可以很老实的讲，目前在目、嗯、针对目前的证据呢，其实呃也可以说是在我国第一次发生这样子一个情况，因为我知道国政一党独大了六十多年，所以像今天这种任何一个党都拿不到多数的情况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呃既然还没有出现过，你我们就不可能去呃去呃去要求法庭会对这些这样的法律条文有各种各样的诠释，所以你就会看到有。 呃，不同人去举出不同的，呃，不同的政治家会会举出不同的宪法单位来讲啊，其实我是对的，那、啊、其实他是对的，那、啊、其实啊，我我,我才是对的，那其实各有各的说法啦。讲真，那我们是尽量呃尽量以宪法的原文配合之前相关的法庭案件去进行剖析，给出我们觉得比较是对的啊、呃、一个说法。 但这些说法对不对呢？啊，其实还是要到最后，如果有机会是需要法官来判的，就是我们讲是我们的事情啊。法官一天没有判，<laughs> 谁要讲什么都可以。 <laughs> 但是我们说呢，这些法律条文的设定呢，它是一个呃每个人的一个诠释不一样，所以呢，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空间是可以接受挑战的。那当然，少康刚才说出了一个重点嘛，就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做解读剖析，然后呃再跟你们的听众做分享。哎，那我能不能请少康呢？可能现在马上来举一个例子，可能也是你们近期在节目当中谈过的。呃，你们觉得近期的这个政坛的变化有没有哪一个条文？ 是可能你们觉得特别契合目前的一个变化，而可能也是民众比较不了解的呢？呃，那我们觉得目前正常的变化呢，都一定会牵涉到的是紧急状宪法里面有关紧急状态的条文啊，就呃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呃，宪法宪法第一百五十条。那之前不是有一个呃非常混乱的局势，到底是呃紧急条例撤销了没有啊？就部长在国会里面说，其实已经我们已经决定撤销了。那其实我们进入了<是>呃。 呃，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以及重新看回那名部长，啊、呃、的,的在那一天的原原汁原味啊、呃、的的原本的说法之后呢，我们的想法可能跟主流的社会上有一点不太，我我们觉得其实他有一点无辜，可能就是讲错话，因为他的他的原词是内阁决定啊、呃，在七月二十一号撤销紧急条例啊，但这个是他们的决定，我。们。 那我们就觉得就觉得你可以决定，但是过后能不能撤销是要看最高元首有没有批准。那可能就是因为他表达的不清不楚，就让反对党议为议员误以为他们已经实呃落实了这个撤销，以、so, 我们觉得有一点无辜啦。但是啊、呃，毕竟是比较不主流的一个看法，但确实这确实是我们根据法律条文以及啊、呃、现场的啊、呃、视频得出的一个小结论，所以跟很多看法不一样。嗯、对，是哎。 邵康，你提到了一个关键点，你说这个看法可能比较不主流，因为我们知道社会上确实也有一些呃，比如说舆论，比如说大家想要掀起的一些讨论，但是呢，这些舆论啊、讨论啊，或者是所谓主流的看法，它不一定会有一些法律上的支撑或者是基础，所以你们的这一个节目都希望自己可以从、嗯、呃法律的角度来做诠释，对吧？ 对对对，我们就尽量呃，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我们是尽量获取第一手的资讯。比如说，我们不会看报纸上面说，呃，部长说了什么，我们是尽量找回国会当当天的那个录影，去呃每一个字的去看他到底讲了什么啊。然后我们也都都是看回呃联邦宪法的准确条文来进行我们的解读跟选择，就尽量通过第一手的资讯来去给大家我们呃来去让大家知道，哎，我们的看法是什么了。 嗯嗯，OK，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节目特别的有意思。那如果你今天呢是第一次认识到就是降落的这个节目的话呢，真的可以去到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找一找他们的节目来听一听哈。那我们知道说呢，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有两位主持人，就是少康跟雷米嘛。那你们其实两位是怎么样做工作上的分配呢？哦、啊，工作分配上是呃，基本上呢呃。 首先是会由雷米先决定我们大方向上到底要讲什么课题啊，比如说决定要讲诽谤，OK，好，那么我们就两边都去找一找有哪一些比较有趣的诽谤的案件，因为有些诽谤是比较呃案情上比较没有那么精彩的啊，那我们就去找，找了过后我们再来讨论，然后呃决定出啊要,要讲哪个案件，然后呢就进入写稿的部分啊，就是我会啊、呃、先把稿件给写了出来，然后他再看。 看看哪哪哪也需要改，然后呢就是进行录制啊，录制过后呢就由雷米去进行后置啊，就是通过啊、呃、其他第三方软件去对呃这个音效做一些调整，然后呢呃过后呢就是发布啊，发布也其实也是我在负责呢，那就是呃设计图片，然后啊、呃、技术上去把它发布到所有的 podcast 平台这样对，嗯，OK，所以你们觉得每一周要把时间花在这一块，其实虚时长吗？会不会需要很耗时呢？长长长。长长 <laughs>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问吗？啊、因为刚刚我们这么一听，少康说出来的这个工作分配听起来好像是云淡风轻，你知道吗？可是其实，在背后的准备工作、制作的过程，啊、它其实是相当的耗神耗时的。来，少康对对对对,对对对，呃，如果我们要谈的内容呢是跟案件有关的，那其实工作量还不这么大，因为法官就会在判审里面把他所有的看法都写进去啊，最多我们可能只需要做一些延伸的 research 这样子啊。 这个还还好，比较难的问题是我们要所谓的蹭热点啊，我们要针对实事议题进行发布，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呃工作量就会大，因为我们需要做各种各样的 research。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做过一期关于呃这个 YouTuber 讲他啊、呃、谎称他的队员失踪的那一期啊、呃，那一期我们就就做了相当多的一些一些研究，啊去探讨国外的呃 YouTuber 如果呃通过 prank 的名义去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那啊、呃、法律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后果？ 以及 YouTube 自己的条款有没有去阻止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呃，那那一期的研究是相当多了，对，嗯嗯，那受到的回响高吗？啊，高啊，那其实那其实啊，相对比较高，但也是因为有网红转发了，然后内容上也会碰到网红，所以跟网红沾边的就就就就比较容易啊，这个关注、这个、啊，对对对。 那你们其实自己在制作这些内容的时候啊，会不会有一些界限是需要自己去把关的呢？呃，我觉得界界限上，我们觉得我们不担心啊，我们不担心界限啊、呃，只要是法庭有报道过的，或者法庭上有出过判词，基本上都是安全的啊，肯定是安全的。那、嗯、我们我们唯一会担心的界限呢，就是会怕。 我们的讲，我们的解说可能是不符合圈内大佬啊，那种法律圈有很多其他的大佬，那也比较低调的大佬，会会不认同我们的想法，<laughs> 所以我们只是比较担心这个、啊，因为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呃、啊、比较资深的律师，我们就很怕我们讲出来，他们就觉得哼，这个东西是错的啊，就就就会很怕啊，因为我也会对其他的啊年轻的这个法律的 content creator 有这样的要求，就是我一听到过哎在讲什么，这个是错的啊，就就会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会很小心， 然后最后我们也会讲，我们也会讲啊，其实这个是，呃，我们自己的看法而已啦，这样子。哎 <laughs>、欸，不过讲真的，你们经营这个频道到现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内的大佬在收听，然后给予你们一些回馈？呃，通常行内啊、呃，这个圈内大佬呢，日理万机啊,啊，而且你要知道，在法律界是比较特别现的，<laughs> 因为我们法律界的大佬通常都是呃呃。呃 呃，英文背景的人，所以他们不太会接触到、啊、呃华语的内容输出了。嗯，啊、那你会希望他们收听你的节目吗？啊，我觉得收听 <laughs> 收听节目的人肯定是越多越好。当然，如果有人或者是圈内的，不用不一定要大佬啦，就是呃圈内的一些同行，听了之后能够指指出我们的错误在哪里，<呵>或者呃跟我们进进进进一步去进行呃深入的法律上的研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 因为呃，老实老实讲，嗯，这个案件一天没有搬到法官面前判，那谁都可以讲。所以我们会有、嗯、呃，这边方律师跟控方律师，肯定两边的呃说法案情一样，但是这两个人得出的法律结论是不一样的。那肯定因为因为,因为两个人的角度跟想要的结果不同啊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法律它就是有这个可争辩的空间，嗯、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诶，其实这只是我们的看法，但对不对呢？啊，你欢迎你来挑战，或者是。 啊，期待法庭下判这样子。<laughs> 那其实呢，在做这个就是降漏的这个节目之前啦，从你们的平日在工作上或者是在生活中的一些观察探讨当中啦，其实你们认为啦，马来西亚人对于法律的一个理解程度到哪边呢？是如何的？嗯，我觉得马来西亚法律的马来西亚人对法律的理解程度呢，有一些可爱啊。为什么讲可爱这个词呢？<爱>就是呃，其实。 这个年代哦，这个年代因为资讯发达的关系，啊、所以其实很多法律的资讯已经是相当流传。嗯，比如说，嗯、呃，你上个年代没有没有网络之前，你可能不懂离婚要怎么做啊，你可能就需要上就需要去律师楼找律师问。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在网上发布律师啊、呃，你要离婚的话，你应该怎么做？你要去哪里啊？有还有攻略那一种啊，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对这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呢是是有的。 但是呢，他们在接洽律师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自己已经什么东西都已经知道了，啊，然后就跟你讲不是这样的咩，然后啊、呃，然后我看网上不是这样子讲了，就我就会觉得啊、呃，这些地方就是可爱的地方哦。因为当然呃，那些人发布法律的资讯是一个基础知识，可是现实当中，因为每个 case 都有不一样的案情，所以是 case by case basis，所以有些人就会讲说，哎，你看这个这个律师在网上讲我可以拿到抚养权，但其实他拿不到，因为他的案情不一样。 对，我就觉得，嗯,嗯，马来西亚人对法律的理解比以前肯定是有更多的接触，但他们还可能还没有真正掌握到说，啊、呃，法律其实还有更深的地方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啦。嗯，所以这一块会不会就是降落追求的一个理想呢？呃，我们是尽量呃让大家知道每个案情有不同的判法啊，呃，同样一个法律原则在一个案里面是这样用，那另外一个案可能就又,又是另外另外一个另外一种用法。 呃，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关于医院疏忽的，啊，医院疏忽案件，那同样是在医院呃输血，然后因此而感染上呃 HIV 病毒，但是一个案件呢是没有办法获得赔偿，一个案件呢是获得了赔偿的，所以案情一样，但是结果不一样。那我们有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跟大家讲说，啊、呃，很多时候都是要看法律，甚至是证据，甚至是证人的表现，以及双方律师的准备功夫等等。 呃，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圈内还有一句话流行了，嗯、就是法律圈里面就很可能还要看法官当天有没有吃早餐。哎，啊 <laughs>、呃，这是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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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笑话啦，就是一个官司会赢还是输，嗯嗯、其实有很多的呃很多的因素会混在那里面，不是说你只要觉得自己对就一定会赢的。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可能在我接触的客户里面，很多有抱着这样的想法就。 稍微可爱一点，<laughs> 哎，不过坦白说，少康，你看啊，你也说出了一个呃，大家常常会在面对法律这件事情的时候的一种算是比较纠结的感受吧。因为像你说的，哎，我对的话，那为什么我会输，会有这样的感觉？啊、那其实你会怎么样去诠释呢？是不是一定我我、啊、我对？那法律为什么不能够为我讨回公道呢？ <laughs> 对对对，我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的误解，他们就觉得自己是对，然后没有办法通过法律公道呃拿到公道，然后他们就开始对法律或者律师甚至是法官做出一些失望或者是污蔑这一种。我举几个例子就很很好啊，大家耳熟能详。之前呃我们国家有一个呃网红诉讼案嘛，就是诉这个呃诽谤。他说呃对方说他是绿茶婊，可是在审讯的时候呢，法官觉得绿茶婊不是诽谤啊、呃，类似是这样子一个讲法。然后然后。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啊，比如说啊、呃，他们就讲说律师只会玩字眼游戏，那这这项这各种各样的污蔑都有啦。但其实，嗯、呃，就如我刚才所讲的，一个案情能不能赢，很需要看很多因素。就算对方真的有讲你绿茶婊，那到时候也是要看你在你自己在证人席上的表现啊。如果你自己的表现不好，然后问马来文，然后你也回答不出，那法官要怎么去理解你呢？啊，又或者说你的律师准备功夫不够。嗯 啊，这一些或者你证据根本就不充分，啊，所以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对。嗯，刚你说在庭上用马来文这一块作为主要的语言，但如果说这一个人他真的对于马来文方面的掌握真的不太好，那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处于一个劣势呢？啊，不会，我们会有一个通译员啊，在法庭里面你会有 interpreter 通译员，就是你可以要求。 呃，说呃，我的马来文不太行，呃，我广东话比较，我我想用广东话给证实。那呃，就希望法庭提供一个呃广东话会通晓广东话的通译员，那一般上是可以照顾到这方面的需求的，嗯、啊，但这里你要小心的是，嗯、就是如果你律你你的律师自己马来文不不好，那就不能够怪人了，<laughs> 啊，律师是没有在找通译员的。<laughs> <laughs> OK，好，我们回来再讲一下这个，就是降了，所以你刚刚你看那一那一方面的几个对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其实这也是普遍很多人的一些疑惑。我就稍微做点整理，刚刚就跟少康做了一个交流，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互动跟对话，能够让我们现在在听这节目的朋友呢，呃，对于这一块呢有一些理清哈，这很关键。 那当然，我们回来这个 podcast 节目的话就是这样喽。其实呢，你们一直都在强调说，与其说是在讲法律，不如说你们是在讲故事。呃，为什么你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强调呢？因为讲法律的话，就没有人要看了没有人要听了 <laughs> <laughs> 呃，我们讲故事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啊、呃，法律背后的原则呢，可能是已经固定了的啊，但是呃，故事会比较让人家能够感同身受。 啊，比如说我如果讲法律原则，就是医疗疏忽，如果医生疏忽了，那肯定要赔偿。这个原则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你会发现到，在这个原则下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案情，就包括啊、呃，病人去医院输血本来是要救他一命的，结果却害死了他，然后又有包括一些是啊、呃，这个这个这个呃，住宅区的居民发现到他们的蓄水桶就是啊、呃、那个当地 I A 里面有一条尸体。 然后他们已经喝了这个死水喝了好几天，这样能不能告那个呃管理层呢？Uh, 啊，我觉得这这这些很很很很很好玩的一些案情呢，就可以让我们去更加理解到法律原则要怎么用，而且法律原则脱离了案情，它根本就是比较离地的啊。每个原则都要在各自各自的案情有各自的发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通过讲故事让你理解案情比较比较能够。 明白背后的原法律原则有怎么样的一个理由啊？嗯嗯，那你看哦，现在就是将这一些案件、呃法律的条文等等，然后呢，用 podcast 的形式呢，就是用声音呈现的形式呢说出来，让大家听得懂。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觉得难度高吗？呃，难度相比 YouTube 是容易很多啊。对，呃，我觉得在后置上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精力。 那如果是纯粹在内容的准备上，我觉得难度也在我们的呃能能力范围之内啊，因为我们其实是圈内人啊、呃，就是呃就是都都是律师，所以做这些 legal research 对我们来讲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啊，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嗯、所以内容的准准备上，呃是呃还好啊、呃，比较难的东西是要找出一找出案件特殊的或者说比较有趣的案件，这比较难一点，因为比如说诽谤。 啊，诽谤的案件每一天都有，嗯、是可成千上万的，这成千上万的。嗯、但是你要找到哎好玩的案情是比较难的，啊，嗯、有些案情他可能就纠结比较 technical 的 point，那是一般人不会有兴趣的，啊，嗯、所以我觉得找案件是比较考验功夫的一些一呃、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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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需要很耗时耗神啊，这一点呢是很不容易的哈，需要做很多的功课。那虽然说呢，呃，你们之前的时候有讲了比较佛系的，就是在经营这个 podcast 嘛。那呃，雷米甚至有讲过说他是不要去看这个后台的数据。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这样喽。其实呢，也多次的在国内教育类的一个 podcast 呢，占据前面的一些排行哈、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回馈跟这样的一个成绩，可以说是就是这样喽。大概是去年十二月开始的，对吧？到现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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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到现在有八个<班>八个多月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算是成绩成就，哎，是在你们预料之内吗？是你们的一个算是里程碑吗？嗯，比较没有想到说可以呃挤进这些平台的 top 几 top 几啦，这些位置我们觉得是比较啊、呃、比较难的。 当然，我们有呃研究过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就讲说，其实 Podcast 的演算法是相对友好的，啊，尤其是对新的频道是相对友好的，所以新的频道，呃，如果你的表现还还 OK 的话，他就会把你推到很前面去。它不像 YouTube 这个平台演算法，它是呃你先来，你积累了大量的粉呃订阅者，你就会比较有优势啊。我觉得呃可能是生态的演算法让我们可能有办法挤进前几名吧？ 当然有另外一些是可能是因为呃内容的关系，好像啊、呃、谈到网红的啊、呃、就会比较红一点，或者谈到政治人物的啊、呃、可能就比较多人关心。我们也有几期是呃也有几期播放量是没有那么理想的啦，对对对，所以当然我们就只会报喜不报忧。<laughs> 理解，OK，好，那来到我们节目的访谈的尾声了哈。那邵康其实接下来对于这个节目有没有一些期许？那未来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计划或者是目标呢？对我们其实有在想说，呃，这个呃讲讲解案件的形式呢，可能可以再拓展出几个单元啊、呃，不同的单元。那么我们目前有在尝试的就是人物访谈啊、呃，我们就可能要、呃、邀请一些圈内一些比较特别的人来呃，就组组做一个访。 啊，大佬比较难请，<laughs> 啊，对对，我们我们也在找适合的人，因为我们认识一些大佬，确实是大佬，但是他可能就不适合，啊，就不适合，因为他这个东西会很很有智慧，很艰深难懂，对对对，啊、所以啊，都我们要找一些比较好玩的。那我们最近有一个做一个尝试，就是我们的学姐跨界的，从媒体界跨到法律界上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可能比较多人有兴趣啊。我们先做这一个尝试，其实反应还不错。那未来呢，<对>我们也会。 尽量去拓展这一方面的节目跟单元了、啊啊嗯。对，没有错的话，好像是你们第二十集的一个特别特备吧，对吧？啊，对对对，第二十集的特备单元。<laughs> OK，好，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期待一下。这个算是国内比较少见，尤其是中文的博客这一类哈，就是江洛专门就是在谈一些法律案件、法律条文的。我想呢，我们也必须要在生活当中呢对这一块了解更多。那你了解了之后，你可能再回来看一些呃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一些。 现象或者是状况，像是现在政坛的一些变化啊，或者是一些社会案件的时候，我想呢，我们才能够更理性，而且才懂得用不同的角度呢来看待。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少康，那希望呢能够让你呢多懂一个更优质的内容创作的部分。谢谢少康，谢谢佩玲。好的，OK，我们的这个。 电台的部分呢，就是结束了。我们现在呢，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部分呢，还在继续当中。哎，我发现大家在线的人数都蛮稳定的，应该刚才都听你讲的，就是很专心的在听哈。我看到好像也有蛮多的朋友在留言区留言，我看一下，像是 <laughs> 你看书敏说，像我们这些从来没有上过 Podcast 榜单的，怎么办呢？<laughs> <la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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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舒敏的这一个 podcast 的这个节目呢，啊、叫做《无耻少女》少女啊，对，《无耻少女》没有耻，无耻《<laughs> 无耻少女》啊，啊那个无耻。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上到各大的 podcast 平台，啊、喜马拉雅、啊、烧哦啊这些呃 Apple podcast 他们都有，所以可以去支持他们，听一听他们的节目哈。然后我看看一下儿、呃、，OK，<laughs> 好可爱哦，有些朋友的留言，呃。 哦，上次、oh, 子 o y 亮就有问你说为什么不用 YouTube，不过刚刚你其实也已经回应了，主要是不会剪，哈哈，我觉得很困难，那个更耗时啊，uh, 对对对，就就太吃时间了，<的>我们也没有没有想要花这个时间在这里了啊。Uh, 对，<okay. S 2> 如果你想看 YouTube 或者说画面的这个法律方面呢，其实有啊、呃，比如说啊严炳寿他的法律 GPS 其实是一个啊、uh huh. 呃、不错的单元，对，OK。 呃，我看一下哦，这边还有一个朋友的留言哈、哦，他留了蛮长的，叫做 Richard，他就说，请问嘉宾觉得科技的发展，像是 AI，在未来的法律界有没有怎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他说，好像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啊，很多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也开始运用网络的便利来进行一些案件的审讯和裁决。哦，肯定的，呃，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出门，尤其是这对法律界有的很大、很大、很大的冲击啊。 啊，因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到法庭跟法官的面前去做我们的呃呃诚实，所以我们呃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很多案件都转成线上的方式哦，就是通过啊、呃、视频的方法去跟法官吵架啊，没有了 <laughs> 跟法官做诚实啊，<laughs> 这个叫做诚实，所以是会有的。而且最近你如果谈到 AI 的发展的话呢，我其实觉得各行各业都一样，而我们可能呃对律师界来讲的话。 呃，没有错的话，可能是上几个星期前，我们所有的律师都会收到律师工会的通知，说呃，在一些地方法庭呢，已经正在尝试去推行通过 AI 来辅助法官做出判决的、呃、这样这样的一个、oh, <okay. S 1> 一个操作模式，其实相当新鲜，所以我们也其实也也非常，呃，究竟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其实也是啊、呃，可以啊、呃，密切留意的了。这这新的事物肯定会对法律带带来影响，mm. 那。 影响怎么样呢？就需要再进一步的观察。你会期待吗？期待什么？<laughs> 就是期待用这样的方式去继续，因为就是你接下来在呃这个怎么说呃你的工作，然后会通过这样，比如说线上审讯啊、裁决这一块。当然，我觉得我我相信很多律师都会比较喜欢啊、呃、面对面。 在进行诚实或者啊、呃、工作，尤其是在质质问证人的时候啊、呃，这一些我觉得面对面是比较好。我相信所有律师都一样了。我呃、嗯，如果有的选，我们都不想在线上，可是没有的选，所以啊、呃、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在在线上啊、呃，在线上会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包括你的居家环境是否合适啊，呃嗯、法官那边他是不是听得清楚啊，呃、<网易 S 1> 这个网络的问题稳稳啊，稳不稳定的问题，所以。 好，uh, 我们好，我们所有，我相信所有人都比较喜欢在在在实体来进行进行我们的案件。我们我觉得我们律师走出去要有风嘛，就是在诚诚诚实的时候要有那种气势啦、啊。你在你在你在荧幕面前怎么气势都没有了，就这样子。 OK，舒敏就问你说有没有哪些大佬是你想挑战的？哇，这个题目问的那么的直接来，来 <laughs> 啊、呃，基本上呢不轮到我们讲要不要挑战。这个这个是，如果你接了一个案件，然后呃对方他的律师，他对方有钱，他就请了一个大佬，你没有得选哦，就你、呃、你只能上嘛了。所以对我们来讲说，不管对面的律师是不是大佬啦，呃，呃啊、你的客户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尽、啊、尽全力。 去为你的客户辩论了、啊，那不管对面是、嗯、对面是最大最资深的律师还是怎样都好，你都要做好你的本分那如果你没有信心能做得好，就一开始就不要接这个这个案件。那你自己做不好，你就不要害到你客户的案情嘛。对对对。OK，好，那非常感谢少康哈。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呢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呃，真的其实这一两年啦，国内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其实是很难用。 所谓的历史来作为一个借鉴，因为可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变化，所以它其实很好玩也很有趣，间接也给我们上了很多堂宝贵的课。所以我觉得就是降落的这个节目呢，其实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期待。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到就是降落的这一个呃脸书专业去支持他们。然后呢，他们的专业其实我也有看过了，就是他们其实每每一集的节目都有把这个所谓的链接。 给抛上来，所以你都可以去找一找你喜欢的一些主题，然后可以去听一听蛮有趣的一些讨论。然后包括刚刚高玉亮也有问，呃，舒敏的一个 podcast 在哪里？来，我们的小编很用心哈，已经把那个 link 放在过了我们的 comment。<laughs> OK，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支持一下这些内容创作者，尤其是这些知识型的优质的，我们更应该要支持他们。 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少康宝贵的时间来跟我们聊这一些，谢谢少康，谢谢贝玲，拜拜 <bye>，继 <bye> 续加油。Bye bye